家今天来巴兰花部落中小学一起练习。那我们今天好好的享受这里的生活好吗？好。把你在城市的方式比较硬的线吼，来到这里柔软的，去感受这里的风、这里的树、这里的人、这里的土地。不用想太多，你就享受今天的生活，这样好吗？好。那我们今天的所有仪式呢，一定就是我们要做交朋友的仪式，就是用那个大洪水当中的红嘴黑杯带着火种来这里，然后拯救了布农族。你们就像是那个红嘴黑杯一样，带着火种来跟我们交朋友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朋友的仪式。拿得到一个。
Thank you.